老婆今天等我多久啊？一个小时。从两点开始。OK。我们今天拍庙会。OK， 然后还有在开啊，没有拿酱啊，有赶快吃啊，赶快吃。西门庆韩王爷，韩福王爷千岁，圣诞千秋哦。西门庆啊，行过卡不冷。北门啊，走到那个摩斯汉堡那边，还有那个大同之家那边哦，我搞到路灯呢。而且定鹅峰啊，定鹅峰绕进行山，很绕进行山，我两头跑啦。哦，今天是行开卡冷啊。那今天是因为工作，然后早上工作，然后中午就直接就那个了。哎，还有这个，现在装一盒多少钱？70。我们没有涨啊。OK， 佛心店家，它是可以吃得饱。然后最近的频道大致上是以庙会为居多啦，庙会就是开心 happy，OK，、okay? 真的是要参加庙会，有些是年纪一大把了，你让我体力走完全程厉害哦，不是，现在开会庙是你能走完全程，代表你身体很好你不要以为那个天气这么喝那个，从几点两点走到六点半，6:30，我搞的，很热啊，好多。刚刚进去上班有一阵子没有开了。一阵子。因为疫情吧。疫情在。很好看，很好开啊！肚子饿开来这边吃一下。请这样欠。吃得饱。吃得饱。对。吃得饱。哇。然后接下来就是慈福王爷那个农历六十八慈福王爷圣诞诞辰张门啊，蛮好吃啊，这个算很有 CP 值啊，肚子饿两个人吃可以啊，没啦，简单的短片而已啦，今天真的拍庙会啦，拍得好辛苦 真的很辛苦，走到腿都软了那个定鹅峰它不是几营的，还是两西门跟北门这样子联合起来那个定鹅峰呢？哇塞，至少20-30个。那个定安那个安那个定那个定鹅峰还那个啦，赢啦赢11张整车满的呢，定鹅峰那个满的。我看我把这金砖个代表有啊，嘴不定不踩黑五方旗的。吓死人了！你看，我重点是我穿这种鞋啊。我穿鸭拖可以走很远，穿这种鞋，你看脚会有人受不了。不好啊，大家都很虔诚啊，你就是把欢乐带给大家。哎呀，重点把人欢乐大家，这个只是生活日记这样子而已的。不要演说嘛，说带给你们这种烂片。我今天这种吃的只是生活日记而已的我现在主频呢还是以庙会居多啦。不要推荐个这种影片给你们说你们烂片 ，OK？ 我还是有订阅的粉丝啊 ，OK？ 好啦，只是记录一下啦。我们拍完庙会后过后吃东西，我老婆等我了，从2点等到6:30，还有太阳上面吹冷气啊，应该今天休息的蛮够了吧？吹冷气吹得很爽哦。好的吧？好啦，影片结束啦 ，OK？ 好啦，只要喜欢影片，欢迎订阅我 ，OK？ 拜拜，见。